的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，一定要保持好心情，这样工作呢才能够得心应手。那么接下来要继续给你的这一首是一首非常舒服的歌，要陪伴大家度过上午繁忙的工作，迎接下午的挑战。让我们来听听张悬的儿歌。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，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，我和你也好，养只迷人的小猫和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，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，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，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，愿意感动孤单不太疼。先生，你赶时间，快点，拜托了，再加紧的，再加紧的，生活拜托了，要赶时间啊。Hello, David, speak louder. 明天我们好好的过。你们关声一下去。What?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was advanced by 3 hours. I'll be hurry up. There's a call waiting. I must answer it.See you later. 喂，小宝贝，你醒了、哦？对啊，看你睡得那么甜，所以没有吵醒你啊。对啊，刚正在想你呢。没有，对对对，刚刚接公司的电话，对，他催我去开会。我开完会马上打电话给你，我们再去逛街好不好？哦，好，等我。哦，好好，拜拜。喂，爸爸。嘿嘿，对啊。嘿，我赶要去公司开会，你莫一直卡来，我就甲你讲后礼拜要回去啊，嘿，哦，啊你莫一直卡来，嘿，后礼拜我就回去啊，甲妈妈讲哦，唔免啦，你来讲一下就好啊，嘿，哦，我真无时间，我还佫整理足侪资料，嘿，哦，你阿妈讲一下就好啊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就安尼，就安尼，好好好好。喂，老婆，哦，对啊，嘿，有回高雄，嘿。对，回高雄开会。对啊，你知道很忙嘿，抽不出时间回家嘿。什么啊？今天程程生日哦。好，你电话给他听一下嘿，我跟他讲一下。程程，生日快乐哦。对啊，不行哎嘿，爸爸今天开会嘿，没办法回去陪你。哦，叫妈妈晚上先陪你哦哈、哦。啊，爸爸会买个生日礼物给你哦，乖哦。哦，过一阵子带你和妈妈出国去玩哦，好好好好，就这样了哦，好，好好好，拜拜。小孩一定很期待你的礼物哦，哪有法度？你看一上车呢，电话一开始接较紧啦，吼、哦，大位拢爱顾，哪有遐侪时间？少年的阿丽嘞，你咧创啥？车站到了。哦，少年的，今仔刚才拄到你，啊，这我的名片，哎，我的地头啦，以后有啥问题，找我拢无问题啦，好，再见。哦，我伫咧看时间，行路全部咧看呢，好，快水，快水，你正是，阿妈你搞安怎？哎，不要紧啦吼。阿嬤，啊，你是要去对？那会敢那足赶紧的？啊，就今仔阮孙仔生日啦，我要甲庆生啦。啊，头前爱弄一下，加两个，唔知有安怎，足烦恼的呢。袂啦，
啊，恁孙吼，若看到阿嬷赶鸡卵糕回来，伊就足欢喜啊啦。阮囝吼，因咧上班吼，拢足无闲的呢。我就想讲吼，我较闲啦吼，啊，所以我过来甲因看一下呢。你吼，甲阮阿嬷足熟的啦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嘛足疼我的，咪甲我庆生的。哎，到完呢，啊，就是这，就是这。哦，好，我停车吼。今仔真多谢你呢，真歹势呢，互你帮忙足济哦。阿妈，先行啦，谢谢你哦。我叫李晨，我四岁，我今天生日。那奶奶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你听好吗？往前走，一下就到了。我脚好酸，好累哦。要妈妈抱你吗？啊。很快，叔叔会载我们去的。叔叔，能不能开快一点？啊，没有礼貌，叔叔已经开很快了。没关系，叔叔会开快一点的。不好意思。不会不会。爸爸还记得我吗？他还记得我的生日吗？当然喽，爸爸一定会记得你的生日的。那他为什么都不回来看我呢？爸爸，爸爸忙着赚钱呢。很辛苦的，那他回来看我也可以赚钱啊。你要发薪水给爸爸吗？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他呀。哎，弟弟，你今年最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？我最想要一台望远镜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说爸爸在海的另外一边，所以要望远镜才看得到呀。哦，那爸爸是一个水手咯。嗯、水手是什么呀？水手啊，水手就是在海上抓鱼给大家吃，很辛苦哦。亲人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？怎么了？孩子的爸早在好几年前的时候就不知去向。